妹，我介绍一下，就是没学过德语呢，一句没有学过嘛，对不对？但是你一张白纸，你会意大利文，对不对 ？No, no, capito. 差不多。但是你也会法文，对不对？会法文。法文，但是哪一个比较会呢？德文还是法文？当然是法文比较会。为什么？德文这么难，谁要会？德文哪有难呢？你看我们这个德文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哎，其实说真的，我是有点开玩笑的。我觉得德文没有那么难。你看吧，因为他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德文？德文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嘛，跟这个不是动物嘛，对不对？那个是一些什么，像惊讶的时候你会发出一些声音嘛，啊，这个还算拟声词吗？对对对，算。第一个呢 ，who hot。这是一种情绪吗？得了 COVID-19 喉咙不舒服的时候，没有是你再讲一次 Who hot 我拜托你这不要猜啊，我太可怕，怎么太可怕，太烫，欸，你有没有太烫是这样吗？没有那个你骑马的时候呢，如果你要你的马往左边走，哦，你要跟他说我们没有在骑马，我也没有啊，但是我知道哟的那中文呢，左转右转我们没有在骑马啊，但是你看我们跟马讲话呢，我们会说哟，不是台湾也有，只是我说我们两个不知道，不，对，一定有的，因为我们不骑马，不知道，搞不好观众朋友知道，对，可能骑过马的人应该知道嘛，对对对。好，下一题，下一题 ，hopla， hopla 就是差点跌倒，嗯，跌倒，有一点滑倒。Oops 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像 Whoops 那个英文的 Whoops，所以这个真的卡点吗？这有加分吗？这一题算两分，黄色的比较难。嗯，Hush，快一点。台语呢？没有台语呢，对不对？没有，那个不是拟声词啊，它定的是英语啊。对对对对，啊对对对，那个不是拟声词哦。Hush，就是快一点嘛，快一点。中文有快一点，好像没有哎。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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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是不礼貌吧？我觉得叫你想，我觉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中文没有。但是这个真给你。哎呀呀呀呀呀呀！痛，不是痛，就是糟糕呀呀，对。糟糕，就是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那痛不是也阿姨？嗯，哎呀，你会念吗？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呀，对对对，哎呀呀呀，哎，呀我自己也不会。哎呀呀呀呀，哎，不错啊。对，那如果是说糟糕，在中文里面我们会，哎呀，哎，我们可是棘手，嗯。不，这个不是动物哦。这不是动物，是人的声音嘛？但是为什么发什么样的情境？对呀，啊，为什么要在就是不，听你在放屁，不，很像放屁，没有放屁，啊。好，这样你是就是人跟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用到这个？人跟动物讲。那快吃！那谁哪一个男？跟猪。哎，叫小鸡来呢，因为你要喂那个。啊，我们好像是。不是那个发生糟糕的事情吗？你刚刚说没有，那不一样。那是什么？那小那个喂。不一样啊！越出来越。哦耶。哦，我知道，这我学过。天哪，好像是一个台中文有什么？他意思就是糟糕，糟糕之类的，不好。那不是哎呦吗？中文吗？哦耶，就是不是哦耶？对，但是哦耶是负面的，我知道他是就是那种哦耶，哦耶，不是哦耶就是哎呦，对，就糟糕啊。你刚刚有讲吗？有，我讲糟糕。
哎呀，你他一直想要给你，你我帮你。偶尔、啊、痛，哎、欸，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对，那是痛吗？对，哎呦喂、啊！对，得我呢？得我呢？偶尔、啊，偶尔、啊，偶尔、啊。哎、欸，不错，很标准。那我刚刚讲、啊、哦，我刚刚讲爱也是那个法文的，所以我记错。哎呦喂呀、啊！不是爱。哦哦，刚刚法文的痛是爱。一 get。讨厌。恶心。嗯，那恶心跟讨厌。中文是。还要动作，还要动作，还要表情，恶心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我们还，你还有机会，你还可以啊，你加油。好，好，我加油。哇！你不是庆祝欢呼的意思吗？有，有，差不多。对。哇！哪奴？哪奴？真的吗？哪尼？Nanu, verwunderung, 就是惊讶的时候呢 Nanu, 怎么会 Nanu, 怎么会 Nanu,、啊、那我们可能就是是对我国了、哦、惊讶、哦、我 OK, 我 OK, 呼嗨不是嗨 Hello, 我在这里一群，你不要难过，他学过德文，所以他可能有点语言感。没有，我学过德文，没有学过。OK， 下一个，下一个。Rock shock。可恶！这么生气，这是在骂人吧 ？Rock shock，rocky shocky，rocky shocky， 就是弄好了。他 zack zack zack， 再讲一次。Rock shock。干嘛？我没有干嘛，我就跟你说 ，hot chok 你要猜。hot chok hot ch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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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k， 就是赶紧点的意思，就快一点。哦、oh, 这个、啊，再来一个，嗯，废，白痴。哎，一军，你现在乱猜嘛，对不对？你就是 你现在为了想要得到卡，你这样每一题他都是白痴哦，不会。废废笨蛋废废而且这个字超难发的因为对对 PF 对废废哎现在 COVID-19 废对啊废废没办法唱废就是你不喜欢什么东西比方说你觉得这个很脏小朋友不要碰啊这个很脏你会说废废不要不要碰不要不要不要摸这个东西那很脏哎废废废废废废 OK 这给我最后一个最后两个 m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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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东西找什么东西不是东西动物就是 m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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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哎你看嘛终于猫怎么你是乱猜的什么 meets 不是猫还好没有说猪哎可是 meets 跟猫什么关系啊来来来那种感觉啊是猫的叫还是叫猫来哦我们就是叫猫来哦最后一个 psst psst 给我喝这个要打开啊可是这个我也很想喝一点点我送你不行我有两杯我准备两杯他还是得要喝多一点因为他是是这样代表他输了。哦、，digest。那你要跟我们观众朋友说好不好喝、啊？你看，我们先闻一下它的感觉是什么？茴香。茴香。啊，味味如哎呦啊哦耶！有吗？我不觉得有茴香。八角，有一点八角的味道。Essential。茴香是 fenchel 八角呢也有啊所以你很多药草对药草是 medicine 是 medicine 它有一些有一个很怪的草味
欸，中台湾有那个什么竹叶青有没有？有。它好奇怪，它有甜味啊。Bonicum 哦，这个台湾买得到吗？没有，我从德国带来。它酒精浓度有多少？可以啊，它酒精浓度多少？它几？我真的喝不对，它几 percent？好像是那个四十哎，还有40%哎，我是觉得，其实我觉得蛮好喝的。对，嗯，下去的话呢，哦真的吗，下去的时候它那个满口清香，也有一点、那个，我觉得对那个茴香哎，对不对？有茴香，还有八角，它有青草的香，就要酒。那你们觉得？我们看影片的朋友呢，他们都会记住我们刚刚学到的东西吗？不会。那我们为什么刚刚拍那么久呢？还是很重要嘛、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人们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嘛，对不对？我是觉得很重要哎，嗯，因为我之前在法国的时候，我都特别要去听他们这个东西。哦。然后我故意要去。不是说一定要学，可是这个真的是一部分嘛？对，生活的一部分。对，我总不能我在法国，然后讲法文，尽量要想讲好，然后人家弄痛我，我想说哎呦喂啊，那就完全就破功嘛。我一定要讲哎呀，所以这个也是语言的一部分。对啊，在课堂上我觉得有点丢脸。可是你刚刚讲贴那个又是什么？我又忘了。等一下。贴。等一下。不是鼓哦，刚才说是鼓的声音。喇叭，救护，喇叭，救护车，去哦，你在德国完蛋了。去什么？去救护车是。哦一。他德国呢？你们知道吗？你们还记得吗？嗯，不是什么去。塔图，对。哦一。塔图塔塔。OK， 好，成功，就是这么简单呢，超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呢，讲一下嘛，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去，拜拜。